常非常开心今天晚上在这里见到你们。因为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。上一站我在西安，刚刚完成了我人生中第200场的演唱会，所以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非常开心在这里见到你们，谢谢。都是非常非常流汗，然后很热，终于现在可以有一个凉爽的夜晚，你们舒服吗？舒服，看到你就舒服。嗨，在这种这么这个气候宜人的这个晚上啊，当我把麦克风递给你们，你们一定没有别的理由了，你们一定要很大声，可以吗？
觉得没有人懂，但是我今天也是站在台上面很开心的跟你们分享着我曾经的不开心。有一天我们都会笑着回头，所以如果你已经走出来了，你做得太棒了，而如果你现在还在度过你的难关，我希望你知道有一天你会走出来的。加油！我们刚说不能只有我
的全部都是一些冷门歌曲啊，你这样让上面看台的朋友们他们没有参与感，你知道吗？看台的朋友你们要听什么呀？我最近也不是最近了，其实时日如飞，我去年上时光音乐会的时候唱了一首我真的爱你，句句心意，眼神中飘逸，总是在关键时刻进入东西，你的
这个歌唱的一半都在哭，然后一半都在嚎叫。但是，我妈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把你们的爱、把你们的坚强、把你们的信心带到很多很多人的心中，好吗？你们太棒了。下面的这一首歌，刚刚有人点歌，我刚刚没理你，我现在理你了，送给你们。